这一对。怎么了吗？颜值太高，还是动作不对，拍不好？这个女生就是舒凡的初恋女友。不会吧，这么巧？总经理，这事情不单纯哦，不可能这么巧。你也觉得不会这么巧？当然啊，你现在终于认同我了吼，我就跟你说，这女的接近零设计师肯定有目的的，你不信？我不是认同你，我只是也觉得有点巧啊。那你跟零设计师说了吗？昨天回去之后我就跟他说了。他怎么说？他很生气，说他会处理，叫我不要管。那等于是没有答案。没关系啦，反正这也不会影响婚纱展啊，你们就照你们进度去进行。好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，他们都要结婚了，只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这就叫女人的第六感，她都要结婚了，还接近你老公干嘛？先生，请问你找谁？找你们总经理。总经理，你跟我们总经理有约吗？没有。你找我们总经理有什么事？你们总经理的老公抢了我的老婆，有什么事？他在不在？还是我打电话叫警察？先生，你稍坐一下。去泡杯咖啡。不用，我不是来喝咖啡的。你们总经理到底在不在？先生，你贵姓？蒋。好，你稍坐。你先坐一下。外面好像有人找你。嗯。请进。总经理，外面有一位蒋先生说要找你。蒋先生，我今天有跟人家约吗？没有。不过他说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说？说啊。他说林设计师抢了他的老婆。哦，蒋先生我认识，你先帮我招呼一下，我等一下就过去。好。蒋先生是谁？立 TV 立式线上影视。